来吧，哦哦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就是选我们这组的人呢，会有一个奖励，就是下一次过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让我给你带吃的，可以让我给你带喝的，可以满足你一个小要求。我想要一张所有学姐的签名照。OK OK。哦。Few moments later。哇！哦哦，羡慕吗？哦。我看一下。嘚瑟张总，我说我也要这种，我看，哇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事，等会儿我们挨个拿他拍个照，好吧？哇，真的，刘可然学姐她真的办到了，她真的给我带过来了。那天第一次见到仁奈学姐，他们来到后台，他们九个人一起，当时他们站到一排亮相的时候，哇，我当时真的觉得。哇，真的成团好好啊，他们每个人都在发光，所以我要了这张签名照，然后就想说自己也可以收藏起来，然后作为一个动力嘛。